versus Thrall. For Doomhammer, your soul shall be mine.找到两张武器了，所以他等一下要解我的飞刀手的话，那基本上应该只有用闪电剑了。虚虚空嘛，所以我的虫卵不一定要等一下把组织架起来换掉，也可以就留到八费的时候，到时候清完草还会剩一只四四。这边就简单下一只喷水什么，对面四张牌，万一被妖术的话会怎么样？被妖术的话，零一被打掉。没关系啊，他要这么早脚腰速度脚还是脚真是妖术啊！哇靠，还下这个加法伤的，他是等一下直接龙岩暴怒打爆我们，这个情势有点危险。说不定撑不到八费啊。
响板，哎呀，这个不错，这个正合我意。六次十点诺爆发，感觉应该打不死我，那出牌了。我这边进了一个压倒的力量。不划算，你让他撞撞，穿完之后火应该是打我。我现在这样应该把这些冰箱东西留着还是好一点，留着等一下看打兵能不能出，希望他等一下不要下一张震撼者，不然我就太尴尬了。要大力震起我的卵吗？发现刚那个电池没电了，我靠！我要被末日锤给敲死了。还是只能出这个扭曲虚空了，只能赌他没有什么闪电变成爆发，没有龙炎暴怒，赌他没有办法砍死我。我靠！基本跟死了还是差不多的，不过等等可以抽四张牌啊。有一点点一线生机，看看我四张抽到什么。哦，驾盾的，哦没有啊，灵魂火焰啊，这可以救一下。对吧？应该没有错吧。多少个费？这张不想要被喷掉，但我现在怕喷到夹克萨斯。如果多下一张喷到夹克萨斯的几率就增加一点点。我宁愿这个给他喷，这个殡葬管理员给他喷。对，还是先出灵魂的火焰。喷掉虚无孔座，然后这个就可以先下来。等一下盾会架在这边，所以应该这个把它这样比较好一点。好，就希望他没抽到可以杀我的牌。拜托，这回不要有法伤，不要有冲锋。帮我多一个盾，这样挺舒服的，因为看起来应该是要逆转胜的节奏啊。我是要麦田解他的麦田呢，还是用生物解呢？
嗯，我现在有一个槽凤，我应该卖点解好了，像那个爱因琼斯还是可以留在场上。哦，不错，来个那个水冲冲的。好了，接下来每回合都可以叫炼狱火。萨满应该没有什么可以清我场的招嘛。嗯，他如果他最大爆发是什么？奥拉基尔出来可以敲两次，然后没有末日沉默全被我拆了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因为安全起见，还是把他的图腾给砍掉比较好。我手段可以有八点的爆发，所以我算一下。加八台面伤害六加五加一十二点，十二加八二十点，二十三点，所以这些已经可以把他打死了。就这样的话，抢个血好了。嗯，这个等一下他有圣盾，他解不掉。打闪电风暴，不错不错。行了，这样子就六加五，十一加三嘛。九加，哎，这样还打不死，需要两张。哎呀，然后这个还可以把它喷掉，清一下场，废物利用。人好像很人品很差。